夜视镜我放在后面的箱子吼，然后那个精准射手的话，跟我拿夜视瞄具吧。香蕉哎、欸，然后建议你们其中一个人带捡现钱，我有写吗？是捡铁丝网的吗对，？OK，我带一个好了。好。也是竞争再来一次。我后面有一个多放一个箱子，在我现在站的位置的背哎，后。那个5.56mm 的那个跟那个子弹是我们要带哪一把啊？带哪一个子弹？因为你写的里面有那个5.56那个口径的。都可以吧。你弹夹装得上去都 OK。没瞄准哈。对，这个是我设定上。早安，越南。哦，没有没有，不是早安，等一下是晚安。我去。来试试看我新的 AI 好了。我让你们挑战我的新的 AI 好了，听起来很有趣。闪亮进来了没有？
他进来，他在那个直升机那边。哎、欸，闪亮，你要带队吗 ？On the way。不要。On the way。On the way。我就不太会带队啊，他们这里每一个年资都比我深，都比我会带。哪有？没有啊，我是实习。我带过一次。不是实习。没有啊，雷啊也可以啊。好啦，真不行，我带可以。不过我也不太会带。练习，我们也没关系啊，没差。OK 啊，那我现在可以下指令了。顶多我们等一下应该也就是，我现在可以下指令，所有人自由行动，见到人就干掉 ，over。那我们应该会迷路在地图里面。搞不好我这样下你们还比较强，对不对？每次都难过。而且我带一把 N 幺 phone。他说：“如果你们要瞄具，可以拿 AU 具。”没事了，我错过了什么？还没，我要让你们对付看看我的新 AI。瑞啊！可以帮忙带队吗？拜托。总有一天要带队的，为什么不现在就试着带呢？这个真的。好了好了，我带 ，OK。闪亮要带吗？问题不大。好的好的，谢谢。小队长有什么特殊装备吗？如果有的话，我就切过去。你是 N14 吗？正在游玩 Apex 英雄。各单位，我要给 N14 夜视瞄具。哦，所以你是夜战吗？对，我会是夜战。然后我们将从用那个修一直升机垂降进入。所以只有 N14 有夜视瞄具啊？对，因为不然我想一下，我给哪一种？然后怎么了？那个队长会有特殊装备吗？你想要什么特殊装备？开山刀？没有，我的意思是说，队长跟一般队员有什么不一样的装备吗？如果有的话，我就跳过去队长；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跳。没有。我们平常这个配置的差别不就是队长可以拿枪弹砸人而已？对，我有给的话是 N79 啦。但我们这支对妹 N79 还是主武，哇，对，然后那个但这支是要救人，所以我不建议。没有啊，一般人也有 N79 可以选，那就没差了，对吧？那就没特别差，对啊。等我一下哦，我要找那个。这样的话，我们来当那个 CIA 黑科技，你们就各位觉得怎么样？非常酷。越战时期能想到的夜视镜，夜视瞄具就是那只超大的主动式夜视镜。我下一个任务就是写这个东西啊。超大只的，对不对？那个是主动式夜视镜，不是微光。它不是红外感应吗？来，那个是投射红外啊。所以如果第九，所以当现在。辅助式的，可是当代的技术是一定要使用那个投射。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好像有一项没法装瞄具，上的那一只可以。OK， 雷拿到夜视镜了吗？我没有拿到夜视镜，我放在箱子里面被某人看。哦、oh, ，我现在拿的是 N700， 所以我没办法装上去。哦、oh.。
夜视镜是给谁的？是不是精准射手啊？应该说只有 N 十四才能用。没有 N 十四装不上，我试过了。你的 N 十四是没有那个鱼鬼鱼骨的，忘。Okay, 那你拿我拿你拿我这只 N 十四哦。箱子里面，闪亮。啊，箱子里面。我操！啊，你说拿这把，谢谢。对啊，侠是一样的吗？没有，有玉骨，有玉骨可以装。没有说弹匣有不一样吗？一样啊，一样一样。OK， 那我不用换哦。秒去十六。好、哦，这个东西直接占了我右半边荧幕，很棒啊！夜视瞄具就是这么大只啊！我的右侧是四张，我的右眼是四张，我现在只有右脑可以用。OK， 好，如果你们的枪装得上的话，我给了一些夜视瞄具，如果装不上的话就没办法装。每一个都那么大吧？对，因为这年代就是做那么大，就这么大一颗。哎 ，N16 可以装吗？嗯 ，N16 可以装，我就回去换。N16 可以装吧？可以，可以。哎，你们夜视要拿 N16 那个、哦，不然你拿 N14 会不准，会打不准。为什么然后手电筒的灯记得要带哈。什么叫做手电筒的灯？就是要看手，要看地图的灯啊。我要带香蕉。雷，你要拿 FAL 吗？我可以给你有鱼骨的。不是，我现在在找你可以，我可以用的瞄那个枪，你因为 N14M21 跟 N700 都不能用，你这里面提供了三支瞄具。见鬼！没有，雷过来。啊你说他N21不能嘛？他要他的要的 N14是那个有鱼骨的，有鱼骨的才行。你等我一下。我先塞一塞。为什么一更新我的那个叫什么？左上角会跳谁讲话那个就不能使用了 ，Overwolf 就不能使用。我会不会是我写到那个 DLC 的东西啊？啊，好像有一件蛋挂是 DLC 725750。OK， 是不是更新后 Overwolf 就不能用了？那正常啊。那个蓝雷，我这边 N14，我放进去了。然后我看一下、哦，最带队的是双人。那个我看一下、哦，任务是全部击杀，你 OK 吗？然后装炸药之后引爆。带队是亮闪，闪亮吗？对对、啊。OK， 闪亮亮。我在调。哦，没有，我从外面。跳进来，他自己开枪。靠不要，闪亮。上保险，任务很简单、欸，所有东西，你那个该阵地的所有敌人全部肃清掉，然后装一颗183引爆走，就这样。走了之后引爆这样子。你可以麻烦其中一个人带炸药啊，那个我看冲锋枪盖很适合。来吧，谁要带炸药？
有人去拿炸药吗？有人自愿要拿炸药吗？不然给我拿，那我去把背包清空一下。OK， 麻烦你了，谢谢你。带一颗就可以了。然后确认一下地图上目标地点在这个位置。地图上目标地点。我听不到我播的音乐哈。我看到了 TG1。TG1 有看到吗？有。好。在一楼侧中间。对，然后这附近的村落都已经废弃，没有人了，只有该区域有人的地方，只有那个区域。但他会，但据说周遭可能会有巡逻队，大概会是在这几个村落。好。然后我们进入的方式是靠直升机神降的方式，可以让你们抵达一些比较没办法直接平地降落的地方。直升机我开。好。降落地点是你选好了，你选还是要我选？你选。有谁不会神降的，先跟我讲。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OK， 那个靠背，我等一下该不该离地两公尺，然后让你们神降？没有，你直接让我们高空跳伞比较快。那你们会不会飞进敌人的头上，然后就被直接被干掉，跟打火机一样？现场俘虏，那个 Rising Storm 不会啦，直接落满地而已，还好了。直接挂在树上，挂在那个教堂上装饰。也太多教堂，也没有那么多教堂可以让你们装饰啊！一个教堂只能容纳一个装饰的人，对不对？哎，对了，脑袋装饰。哎，对哦，我没有给你们消音器，你们有需要吗？虽然只是突袭任务耶，看你要不要变成比较现代化的 commando 啊？要多现代啊？其实我下一个任务就是挂消音器就很现代了。哦。先给我们 HKC 一个，可是二战不是就有消音器了？只有手枪有啊，只有那把 N3A1 还有手枪有啊，还有斯登，还有 P08， 那种比较口径比较小的武器都有，小到你必须要在对方五公尺以内，你才有办法打死人。OK， 顺便教你，如果当队长的话，你要规划任务，对不对？那你就知道，简单的说，步骤是进入、扫荡，然后清除。扫荡清除之后呢，要怎么退？要怎么带着队伍活着离开那个地方，也是一个规，也是规划的其中一环。我们离开也是坐直升机吗？对，坐直升机。我会停在东南边的靠河的那一块，然后你们直接搭机走，但可能会需要第二登陆点，我想。改一下，你们决定哦。我先改时间喽。哎，他那个炸药在哪里？你要先改工兵才行。哦，那我去改中。啊，这个灯是红的。水管手电筒。如果是在这里，不知道可不可以。你等我一下哦，我找一下灯。神降的键是设那个快速神降的那个。没错，不然就是要用那个互动键去切。我想问一下，除了我只会画线，不会在地图上标图案。点两下左键。你有看到吗？有，我有看到。这边可以啊，可以啊。
该还是要再设一个第二，就是撤退的点。对，我这边先帮你预设的是 EV1 绿色在东南侧。就最好在我们就是尽量从那边啊，如果不行，我需要再设一个可能没办法的，从那边我们要去到另外一侧的地方。对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撤在东边啦。你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们设这个点是怎么去考量的？怎么考量吗？对吧？很简单啊，我通常撤离其实啦，进入点要设三个，撤离点设三个。那这三个 的程度分别是最快撤离、中间程度撤离跟最晚撤离。但是相对的，这三个的安全度刚好最快撤离一定是最危险的地方，以此类推。懂我意思吗？有点不太懂。我设了一个2.问号那个。好，我举个例好了，你看一下我 EV1 嘛，对不对？对对。这个红色的位置，因为敌我们可能在降落的时候遭到敌火攻击，因为敌人会增援嘛，所以这个位置是你们距离直升我降落的地方离你们离开的地方最快，但是相对的最危险。这样能理解吗？啊，第二的话是东侧的 EV2， 就是它雷现在标记的二号点那个位置。相对的敌人就是要他们第一个首要目标是先夺回 HQ， 对不对？然后再来追你们，所以它的危险程度相对会比较低，但是你们要跑一段路。这样懂啊？懂了。嘿，那进入点也是，你们如果要危险的话，我可以把你们丢在目标点上方，但可能大家都会死掉。好了，哎，好了吧？好了。这我设置那个 OK 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我刚刚标为什么是显示雷标的？因为我改过你的那个频道，因为你用到的是公开频道，不是用正义。OK， 谢谢。好，走，上机。Hello。哎，我带三颗够吗？你是带183还是？183。够，绝对够。好。一品无线电频道测试有收到吗？有。准备好了吗 ？OK， 可以了。而且我拿的枪跟你们一样。OK。而且这边其实是丛林啦，所以你精准，如果他不是越南人不会爬树的话，一点屁用都没有。感觉这样好像受够吗？就是刚刚看到的去，走过了。晚安越南。复一次，该地区没有，该地区没有那种平民单位啊，或者什么的，反正全部会动的东西都杀掉就对了，除了队友之外。我波是 ready， 还是对 ？OK。而且我没有中火力吗？我们的一跳有听到会有重火力吗？没有，该地的话是那个黑那种黑帮小军阀的叛乱分子，所以大部分都只有轻武器，就步枪、轻机枪那些。只是要注意的是，靠太近，他们可能会掏出近战武器干你们，所以你们要小心。35 in formation to ship instantaneous
5 or 12 Budweiser.耳塞都戴了齁。OK， 那个闪亮亮，麻烦注意一下那个炸药装设完成之后，对不对？就 call 我，我会过去接你。然后你再指定留 Z。我想确定一下炸药装设完成之后的白点。来，你有看到有一个标记无线电塔吗？跟它旁边那栋最大的建筑。OK。你没有医疗兵嘛，对不对？我没有医疗兵。OK。Baron, bombs in two, bombs in two. Spike one.我问个问题哦，他是你们的工兵吗？有啊，我是工兵，我是工兵。啊、OK， 所以等下双令 ，OK， 等一下赶快叫他出来。你不是出来啊？我还在，像只网路不太好。我还在啊，他还在。其实网路状态不太好啊，一直被伺服器显示要断线。距离目标还有五公里哦，大概三分钟后抵达。然后垂降的部分的话，雷麻烦你刚刚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太记得。好悲啊！垂降就是这样。对。找那个那个垂降，不要按到跳机。那垂降的时候，不要停机，然后下去留下，不然会挤在一起，很重要的。下去之后往旁边闪开，因为那个升降系统会把绳子往下打，会打到人，所以受伤。我超级那个人。你试试看，把视距调到2000以内或1500，因为丛林站不会看得很远。所以你们现在看到还是那种像素一样的画面吗？我还甚至看到是觉得是简单。就噪点超多的，有噪有杂讯的那样样子。对，直接是禁止啊，这是右键。还是我等一下帮你们设一些照明弹。不知道，我看是还好吧。没有，重点是因为放大会有一个一个。那个人就想让它是镜片的噪点跟杂讯，那个我都还可以接受，但是它的亮度现在调很低。距离还剩一公里哦，大约30秒后抵达。主要是我知道用滚轮跑中跑掉，掉在我旁边，因为是暗的，所以都被挡。都要再查更新之后的一个问题。是只有这个夜视镜，还是哪个夜视镜？好像要看模组吧。因为他连 GPS 都会挡到，这个连 GPS 都会挡到，其他的好像不太会。我们下面那个成员列表看到的顺序都一样的哈。OK， 抵达 LZ1 减速。
按照等一下，我们没有。绳子下了吗 ？OK， 帮我下绳子。我已经用准备，我太暗了，我看不到后面下。我应该是下了。OK， 绳子下了。等一下，用互动键和快速升降向开始。对对。对对。那怎么对自己的互动键。来，对自己的互动键会有一个快速升降，然后点按下去。受伤了，下一个换。下一个下来归零。香港断线了吗？像没有断线哦，你不再降下来一点，真太短了。好，这边的树高居然有40公尺，妈的！我走了吗？都下了哦。还有一个，现在在这边玩溜啊，转了一大圈了。上下来啊，上。下不来，我没有那个互动键。Windows 按下去，单按 Windows 就。来来，上，你帮我换到其他座位试试看。上换座位有吗？他说他没有，我只能把他传送下去了，各位。像按那个 Windows 键按的，有看到吗？有看到吗？对他人的互动键，不好意思，是对他人的互动键。单单按 Windows 键就好了，压住 Windows 键就好。有看到吗，Sean？好，那我先帮你传下去，拜拜。他断线了，他断线了，难怪他找不到。OK， 我要切开绳子了，你们可以继续移动了。OK， 所有人员朝我集合。机可以走了。OK， 这是直升机，我先离开了，我会在外围待命，等你们需要我再跟我说。待命。所有人知道了吗？往前推喽。各位帮我从箭头方向以我为箭头头点。看有没有巡逻队。
status of the ballpark or touchdown? Received ballpark. Copy. Data tactical squawk 0244 in sequence. Baron, bombs in two, bombs in two. Like a what? Feed up for left CFT at all? Negative CFTs are balanced. Did you do all the math already in terms of what you got versus what it's showing? Marshall 17023 Angels 8 expects approach time 32 approach button 15. 4-0-1-7-0-23-Angels-8-West-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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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n the Reaper K2, currently 63 Bravo at 190. One Disco radar contact bullseye 18463 14,000 track north. Confirm SRAG and guard check complete. 239. Pulsar 11 is establishing the center. Dig out 72. Dig out 72. With you at parade looking to join Dig out 1 flight in South Hold, maintaining 23,000. Track. Marshall 17023 Angels 8, expected approach time 32, approach button 15. 404, Marshall Moms 17023 Angels 8, button 15, push time 22, expected to bearing 331, open to 3001. Data Tactical Squawk 0244 in sequence. Diagnosis on that at all? When you actually do all the mapping out of the specific fuel quantities, do they match the totalizer?
ASOM, they match the pointer and the totalizer. Is that never moving at all on the left internal, or is it staying the same? Feed out. CFC's winning. Five, 11 miles in trail. Marshalling 17024, Angels 9. Marshall 17023, Angels 8, expect approach time 32, approach button 15. 404, Marshall Moms 17023, Angels 8, button 15, push time 22. Little Baron 331, open to 3001. 2-3, engage that man! Left, soldier, 100 meters, left flank! 3-1-1, Dreamline copies, racing to the south, welcome in team B4, free shoes for me. Thank you.
170-23, Angels 8, expect approach time 3-2, approach button 15. 404, Marshall Moms, 170-23, Angels 8, button 15, push time 2-2, Little Baron 331, open to 3001. What's that? Okay. A better diagnosis on that at all? When you actually do all the math and you add up this, do they match the totalizer? ASOM, they match the pointer and the totalizer. And that was it. Is that never moving at all on the left internal, or is it staying the same? 301, Mark. Feet out. 170.4, Angels 9. See if he's going to pull it up on the left internal wing tank, and it's not. 417, Flaker 5, flight of 2, flight level 190, 11 miles in trail. On the way. Understood. 3-5, go for her, boss. No, I have that 3-5, the boss. No, go away. In formation, 2 ships. Understood. Instantaneous. 5, on the way. Budweiser.
21, disco radar contact, bullseye 18463, 14,000, correct north. Confirm. F-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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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y. Negative CFTs are balanced. Did you do the math already in terms of what you got versus what it's showing? Go for a boss. 3-5 and 3-7 in formation, 2 ship. Instantaneous. 5 request for one. 2-3-9. Closer 1-1. Hello. You got 7-2. With you at the right, looking to join. You go 1 slot. South hole. 9-9. 2-3-down. I'm the Reaper KT. Currently. Bravo at 190. AT soldiers, 100 meters, just up ahead. Data tactical squawk 0244 in sequence. I'm the Reaper K2, currently 63 Bravo at 190. Yeah, 我们没有清除完的话，是不会跳任务提示，还是？我的任务都不会跳提示，你们的主要任务是炸那个。所以我们安置好就可以进去了。是的。收到，谢谢。Angel 8, expect push time 22, push time 22, Marshall 9, Angel 8, button 15, push time 22, Bell Bear 331, open to 301. 301, Marshall 1, 7, 0, 24, Angels 9, push to broke time 33, button 17. Have you heard any status of the ballpark or touchdown? This is the end zone. Ballpark. Copy. Two, three, nine. Closer 1-1 is established in the center. You got 7-2. You got 7-2. With you at the right, looking to join Digo 1 slot. We double the high 2-3. 10 miles, slightly high, cold, additional bend at the right 4 o'clock, 15 miles, slightly high, cold as well. 大家都长得好像。Mike Force, Spike 130, close. Where's the good for 401? 401 is
block 1516. OK. 11A firm. 我是建筑物东南侧集合。Nose 10 miles, slightly high, cold, additional bandit right 4 o'clock, 15 miles, slightly high, cold as well. Spike 4, spike 130 close. Felicia, good for Pulsar 11. 11 is descent, block 1516. Pulsar 11, A firm.放在另外一侧，好不好？另外一侧的一楼。On the way. Understood. On the way. 239. Pulsar 11 is establishing the center. Dig out 73. Dig out 72. With you at the right, looking to join Dig out 11 south hold, maintaining 23 down. Track.Flight level 190, 11 miles in trail. 所有乘员都在，那个建筑物东南侧集合。我要撤离了。
Spike 130 close. Data Tactical Squad 0244 in sequence. Five, 500公尺, Touchdown.所以只有炸房子而已。我刚刚听到是说无线电旁边的。我觉得你有看那两栋吗？两栋都炸，没关系。抱歉抱歉。哦，有啦，不急哦，没不急的。算了，没有那个爆炸房子，全部不急的。好吧，撤离了。Bye.